清脸，还有一块洗个澡呗。看着呢。什么看着呢？洗澡。洗澡？对啊。你让我跟你一块洗澡啊？不是，这洗个澡而已。你说这？就洗个澡而已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你行不行啊，到底？不是，你怎么突然好多天想洗澡呢？啊，不是，这那就想洗了呗。那也得找个私密点地方吧，也不能在这儿呀。洗个澡而已，他一会儿就完事儿了，你折腾一下犯不犯吧？你一会儿能完事儿？不是，这玩意儿还用多长时间呢？咱俩不是没洗吗？那也不能在公司，让同事啥看多不好呀。不是，这玩意儿他看着就看着呗，他看着能怎的？看着能说啥？你打我干嘛？那点什么？酒店。嗯、不是，咱犯不上吧？你去他酒店。那去你家？去我家也太远了吧？你折折腾腾的，你干啥去啊？那就去酒店呗，反正不能在公司。不是经理。咱说这点澡，他洗一趟，你还开个酒店，这成本划不来吧？你说让我陪你洗这澡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不和一个人洗不来。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，朴元畅？你打我干啥？滚啊！滚！不是经理，你咋就突然生气了呢？出去！啊！出去！我去！哎哎，我澡没拿呢。